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聊聊金刚狼。那说到金刚狼的此次北京行，没收获着实不小。除了品尝非常地道的北京小吃，感受这个铁杆的中国影迷的热情之外呢，短短几天啊，狼叔的中文也是突飞猛进啊。是的，这都是在这个中国熏陶耳濡目染之下哈。不过说实话，不过我看他现在穿这个服装，就和电影中的很难挂钩起来。电影中他都穿撕裂的背心，现在西装笔挺，你不感觉有另外的一番味道吗？嗯，没错，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吧，这个穿衣显瘦，脱衣有肉。是的，让杰克曼就更加的迷人了，看一下喽。非常兴奋，露面和大家打招呼啊！我就是十二点就到这边了。看到休·杰克曼本人，现场影迷已经情难自控了。岂料最后休·杰克曼还驻留红毯为热情的影迷们签名留念，这让被感受爱戴的粉丝们放声齐呼“杰克曼”。这边杰克曼还在忙着签名，那边粉丝们却等不及了，于是现场数度失控。他马上会过来，回到你们的区域，好吧？即便连采访期间，杰克曼都再度转身向影迷示好。Very nice to see you, 谢谢。岂料一旁的媒体中也有不少金刚狼迷，于是休·杰克曼一边采访一边握手，忙得不亦乐乎。Good for me, fine. 为了如此爱戴，休·杰克曼也淡定不了了。大家好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I'm very,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I've always wanted to come to Beijing and very excited to meet all the fans. 由于过去的10月12号是休·杰克曼的生日，在现场首度来北京的他也第一次在中国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Okay, Jackman. Happy birthday to you.蛋糕上赫然写着的狼叔的英文名，让休·杰克曼端详了很久。对于这个中文称谓，他是爱得不得了。That's Uncle Wolf， 狼叔，狼叔，狼叔，我是狼叔。当然，他更爱的是那些铁杆狼迷们。I hope they enjoy the Wolverine and what I need。娱乐新天地，休·杰克曼引发万人空巷，北京采访报道。哎，说的感觉好像还真的是不错哦。哎，真的是。